时候，对，就是那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Pluto， 那是一张我开始自己实验制作编曲，自己一个人窝在家里用 Logic 在那边边东边西，然后完成了一整张专辑。它是一张我现在回头听会觉得很生猛有力，真的是实验感很重啊，因为里面有很多逻辑，根本就不是一般流行音乐会有的逻辑这样。对，然后但我蛮喜欢。那是一张很，就我会跟大家讲说，这是一张在讲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专辑。那他讲的是我好一段时间常常流连酒吧的日子，这样子。对，现在很少喝了。这首歌叫《寿眠》，对，就是一只野兽在睡觉。Thank you.